宝贝，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姜维周年。宝贝，不是，今天是我的生日。其实你有准备我的。现在来买。买东西干嘛来着？打开雅虎拍卖 APP， 我喜欢自拍，不管在哪里都行。我喜欢自拍，不管找谁拍都行。用雅虎拍卖 APP， 运费不用钱，抽马尔地夫机票。感情不会散，好了，不要哭啦。他说交往以后我就不打扮，要跟我分手。哎呀，下一个男人会更好。对，我要买多新衣服，让他知道哪里有多正。现在来买。买东西干嘛要拍照啦？打开雅虎拍卖 APP。我喜欢自拍，不管在哪里都行。我喜欢自拍，不管找谁拍都行。用雅虎拍卖 APP， 运费不用钱，抽马尔地夫机票。感情不会散。哎，女儿什么时候回来？我这不是回来了吗？怎么这么慢呢、啊？等你等到我跟你妈都老了。啊，该换保养品了吗？现在来买。等一下去干嘛要拍照？打开雅虎拍卖 APP。我喜欢自拍，不管在哪里都行。我喜欢自拍，不管找谁拍都行。用雅虎拍卖 APP， 运费不用钱，抽马尔地夫机票。感情不会散。